说应该有而已，你看我加油都要拉客人，如果他没有我就不给他钱，如果你没有订阅我就不给你钱了。他这样会不会太直接了？那现在订阅来得及吗？可以啦，还可以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要马上拉，按订阅不用钱，没关系啦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不然不然就要拿1000回来了。好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社会議館 QTR 聖戦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哎、hey, ，今天我们要去哪？ Hey, 今天柯皮又要出动，我们今天任务满满的。今天帮业务交一台这台车，手牌的飞智达，手牌的乐趣多，你看都赞了，吐了一下。今天的10年的，这个时候还算进口的。我、哦、这台这也是我卖出的啦，卖掉了吗、啊？小朋友开去高雄开了1年多啊，要出国了，开这种车不错，你看。要出国深造，而、啊、且用不到又卖回来。出国深造是跑路的意思、欸？没有啦，忘记低格量啊！啊，他老爸也有一台车啊，对，又卖回来。对，现在又要卖走，他又要回新竹了。他最早是在新竹啊，哦、跟小师一起去把他救回来。有些车都这样嘞，从哪边买回来，大概都会回去哪一边，因为他注定就是住在那边的。所以我的野马最后还是会回美国。不可能的啦。不可能，你那是一时打枪，没办法回去了。正题了哈，今天要交这台车，好，还要去估一台车，好，我们现在先去估车，估完车才可以给客人。啊，万一没有估到，我们就要坐高铁回来了。可是我们中间还有一个要去装后视镜，客人不小心后视镜断掉了，也是 Focus。今天整天都是福特系列。重点来了，你知道他后视镜断了，你知道他撞到什么吗？你先猜猜。撞黑了，差不多了、欸，你这样猜到一半了。他竟然不是撞到柱子，撞到什么？他撞到人，对吧？撞断了。他说他在工地的时候看到，不小心撞到工人。人没事，那后视镜断，原来工人果然出过超啊。啊，他那个不是电动的吗？对啊，所以你是要帮他再接电？不用啊，那是直上而已啊。那直上的那对，可是重点要把镜子跟那壳拔过来这样而已，可能过去要稍微施工一下了。我们要去蓝鸟渔港，不然我们去抓个成龙啊。你还在讲 Pokemon Go 吗？ Pokemon Get the Bay。成龙就是蛇形刁手。啊，这太老了，没人来啊。有啦，还是有人知道、啊。知道。很经典。很经典哦。加上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，什么花最好养？你不知道啊？然后我跟你讲，菊花。菊花。因为菊花好养。菊花好养。那你要擦干净，我没有这样困难，我都怂了，所以整块直接下来。另外，这四门真的很丑，不喜欢四门，觉得五门的比较好看，五门的比较帅，帅多了啊！四门真的不行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撑啊，总有一天它会老，我会长大的，那一天就有一台要卖我了。可是蓝色我都不爱耶，对，卖你就要换了吗？很高啊，没办法，很高我就买新车就好了，买新车才有话题，可不可以找一杯新车啊？他会找买新车。打工的，我看他妈被鬼洗家嘞！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先炒。你买过啊？先炒啊！等你签了嘞。哦，好像是哎、欸，还带了一群人去签。可是好像不是自己拥有的就不算了。好帅，我不要去给我讲以为。加电呢？就开开没电，真的就动不了了。废话，你的车电池没电你也动不了、啊。不是不是，那我问你哈、喔，那道路救援有送油、送水、接电，他可以接电吗？可以啊，你要带。发电机，现在拖车还要多一个选项，还有发电机的。它那个算是送油、送电，哦、对，发电机只有，就把车子翻过来，金锂电池再换2颗就好了。以前我们轨道车2颗嘛，你要开个轨道车专的。我们要先买轨道啊，换9标水装了。你知道我一开始是怎么玩吗？一开始就是那种打水果盘，不是有点数换的，换两个人在这边煮，还一开始还不会煮，我帮我煮好了，跟他煮好了，好，赶快煮。就像在车在家里这样撞，因为没有轨道嘛，那就是跑来跑去撞来撞去而已。后来我们那边有个小的，就这样小圈的啊，反正换新电池都跑比较快，就这边哦那边好。结果老板很奸诈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老板都随便拿一颗放进去，看不到车子，只看到一个黑影在那边跑而已，就觉得我靠，可以这样改。他就跑出来说，如果要的话，这一台就卖你1500，就改好的，像1500假设了。我跟我哥看一下就闪了，自己买啊，开始改啊。老板放了，还是比我们快。我们就是目标是把他超过老板这样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哇，砰，撞到老板的屁股这样跑，
追推着他跑，不是我赢了嘛？嗯，对啊，厉害了吧？就是这样开启回到人生。我会记得明显跟他一起啊。哇，好久了。对啊，20年前。我记得退伍之后回来有，以前我都玩三轮，后来有改成四轮的。三轮是前面两个转向。没有没有转向，就是马达在拖动而已，后面就一单独一个轮子在中间跑而已，后面是引擎在前面跑啊。所以轨道车没有转向。它是靠旁边的。靠那个轨道在转而已啊，它是靠两侧这样这样。它这样不会遇到急转弯飞出去？这个就是要角度啊，前面那个倾斜的角度很重要啊。都要算过，车要轻，因为越重越跑不快嘛。嗯。车也要轻，全部都是碳纤维的，纤维而已，不要当碳的。碳是黑的，我们那是没有，一般的纤维而已。全部都是螺丝，就是锁上去，快杆点起来这样，都用快杆做的，所以一撞就砰就散了。比赛一台都剩100块，看你要报几台都可以。第一名，比如说哦，电视一台、脚踏车什么之类的，这样，现在可能就要送 iPhone 啊什么之类的，一台可能1000块啊。可是，一般会玩家大概都报10台左右。那时候我们有分 A、B 跟 C 组，好啊，因为如果真的小朋友比快的，他比不过，所以他会比时间，所以是 B 组是最快，秒数最快就是第一名嘛。啊，那 C 组也是比秒数的，可是你不能超过。假设你最预设第一名是10秒 ，B 组的冠军就是不能超过15秒整，就是第一名。你14秒。59就输了，对，超过那限速内表示你太快也不行。你哪一组啊？就是你要秒数要15整，就是你第一名。量级。对，好，就是量，对，不然拳击一样。对，你体重就是要到那边，不能超过，超过你就被淘汰了，这样才有小朋友才可以玩，才会公平啊。所以一般来讲哈，如果有些车会飞出去，所以这台测试之后不会飞啊，一般都是用靠那一台在测试就好了，电池用最饱充进入 A 组。好啊，电池不要换，再充好进入 B 组，再充 C 组，这样就可以 A、B、C 都可以进去了。一场比赛大概会有几台车？100多台吧，200台吧。这样比很久？不用很久啊，其实就是预赛的时候最久，因为一搞好300台比完，可是你 A、B、C 组可能就是一组30名而已，只剩90台而已啊。对啊，就马上淘汰很多了啊，淘汰了就死了，死了就不用再比了嘛。啊，你就开始要把车子要整理啊，轮子要刷过，因为整个轨道都是油嘛，都要是整理过。对啊。哇。好了。这个要定速。有啊。我要减速。他会不会叫换三档啊？然后他就自己动。自己可以。这个科技应该现在没有。霹雳车。霹雳车有。你又透露你的年龄了。你知道手机干掉很多东西吗？干掉手机就干掉一般的传统电话了嘛，这最基本的嘛。再干掉什么？干掉了电池，干掉了手表，还有干掉了报纸。他最后一把你连你的眼睛都干掉。以前不是报纸，报纸就是最好用的嘛。有个报纸就说，哦，抽烟抽久了会对身体很不好。好，我就来用，然后就把烟要不要抽烟。后来再看，哎，喝酒也不好。喝酒会伤身，那好，那就把右酒把酒戒掉了。后来再看，做爱会对身体不好，好，我就把戒掉了，报纸戒掉了，不看报纸了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社会館 QTR 聖戦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快啊，1个小时就到了。新竹的天气不错。打一个喷嚏，代表有人在想我；打两个，代表有人在骂我。泰山，打三个嘞？打三个是什么？我感冒了。你感冒了？你知道吗？以前商人不知道都要出远门，去谈生意。那老婆就说：“好，那个老公你不要走啊，我很想你。”说没关系，如果你耳朵痒，就是代表我想你。后来他就去买菜，看到一个和尚一直在那边抓耳朵，你知道吗？也叫兄弟，我老公怎么可以想你？所以没事不要在外面乱挖耳朵，会误会，会很误会。我刚还以为你要讲我学的事情，假装在下面痒是什么？什么下面痒啊？脚底啊！啊，我知道菊花比较好痒、我都怂了。到了，一台 Focus ST Line 赛道版的，对，我真的劳模版，对，劳模版，劳模版的。好，我去看车了哈，那车都还没估了，你看。蛋糕都来了，又有蛋糕啊！对啊，别走，别走了，有蛋糕了。没有啦，认真要看一下车，2021今年的，要不要看一下？才跑8000而已。
真正免看啊。没有，看是不是 normal 的啊？是啊，人家都有牌子的，牌子可以买啊 ，TST 就 ST 啊。所以你刚我真的没看了、啊，看一下啊，看它有没有扭力凉凉不凉？还有，不是了，不是 normal。好了，看一下也好，我怕车主被骗了。哎、欸，我刚刚经过那个光武国中、欸，哎，那校长有跟我买车、欸，哎，他的理念跟我们差不多，所以才跟我们买车。学区嘛，因为你有小孩就问说，哎、欸，你们这样招生会不会不满额还是满？他说他们都超编，就是会刷掉。假设你来报名是500个，可是要刷200个掉，因为最多300个，他们就是会被淘汰掉。也不是淘汰，就是没办法录取那么多啦。我说哦，是哦，他们有学校有一个最好的东西，就他们会骑脚踏车环岛，他们都有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。他说一到三年从零开始，就是从组装，你要车子要会组装，组装好之后。到三年级可能就是环岛一圈哦，假设骑到龙潭哦，龙潭国小或怎样，他们有个义诊，就是帮人家看看怎么车子有任何问题，你要自己要帮人家做这样，对，做义工就对了，类似这样。义诊脚踏车。对，义诊脚踏车，有任何问题也让练，而且还上油什么都可以找他们，啊，他们都一定要会。假设你今天骑破风，自己要会换，就教他们这样。可是他们到三年级而已，我记得是三年级上去就开始要认真读书就。不能再参与脚踏车活动，就开始要读书这样。倒数啊，超级大的。哦，对啊，怎么那超级大的、啊？超级大的。喂，刚他偷摸那腿被我看到了。这个以我的经验有没有？刚交往没多久才会这样，如果久一点就这样。女生在那边滑手机，不会管他了。对对，男生在看、欸、有没有物色有没有女生这样。对，久了都是这样了。到了，这都。目的地在你的右手边。有啊，地下室里头，走吧，吃饭。A few inches later， 这个我没吃过哎，差不多啊，一样啊，就叫啊，就来了。哦，好啊，限定的，欸、那是酱油，差点捡到酱油，好了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会害羞的。出瓦郎哈，嗯，大家鸡腰啊，没有，这给我的哦。对啊。就走了。吃饱了，好，可以回家了啊！没有，还有正事要办，走，我们去看后视镜。吃饱了，有体力了。他是怎么了？断了、啊。现在是哦，用胶布缠着，可惜带的蛮齐的。带不齐就没办法换了。好像怪怪的，要拍，人家以为我跟大灯连结哈。哇，新的，新的啊！可是要拆啊！啊，你要换镜子。对啊。哦，还有这个，这个也要装。照地灯跟那个都要过来。方向灯也要过。对，镜子啊，壳啊。断得蛮彻底的。对啊，这整个断了。啊，壳下来。灯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这全部都没有。它也是靠卡锁。对啊，都卡锁而已。电线连接。它这个盲点的、啊。
不会太快，跟得到吧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、啊、这个是盲点的吗？对啊，盲点。就这样，就回去了。啊，他是靠这个啊，卡榫而已啊。这几根、啊。对，这个、几根、嗯，四根。四根。对，哇，哦，这个，这个，这里跟这里。我第一次用哎、欸。这都大同小异啊。是吗？是吧？下次给你。好啊，你下次如果你新买的那一台有撞到，我就帮你修。哎，有亮、啊，这么好。上下下左左右右，你把耳朵折起来，把它收起来，收折啊！哎呦，有有有，不是为什么知道会断的？因为不会折。最后一步，方向灯刚好是吗？有吗？有。一直考我、啊？不是、啊，这要检查好不好？我搞这狗啊你啊！你跟他拿那个擦一下就好了。好了，今天任务完成了，大功告成。刚你看前面那台已经也装好后视镜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回家了。今天算大圆满。灯等下照一下，真的是 normal 的是不一样。它是 LED 的，啊，那个是卤素的。对啊。哦，对哦。插在这里啊，它、啊、插在哪里？插在高高，高高较济，哎，较济的较水，插在家。好，今天就好，记得。喜欢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！不要回台北了，耶、yeah, ，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 QTR 製線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回来了，到了，耶、yeah ！等一下，阿柯还要交车。对啊，我看这个叫做24小时马拉松，记得多好那个。我最少还有25分可以喘息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